卫生署的检测报告说，一个台湾进口的芒果表面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。虽然新冠病毒主要透过飞沫传播，而且不可以在食物或者食物包装里面繁殖，但低温的环境有利病毒的存活，所以货品买回来之后如果不可以即时处理，或者有机会会染上病毒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，若果食物本身有新冠病毒依附的话，在煮食过程里面的高温已经可以有效杀死病菌。不过今次验出的新冠病毒出现在生果的表皮上面，危险程度相对较高，即使买回来已经用水清洗，亦都未能确保病毒已经去除。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曾经教大家食品的消毒贴士，以生果为例，外皮应该先在流水下冲洗，去皮之后建议用70-80度的水浸它几分钟，因为新冠病毒在70度的温度之下逗留5分钟就会失去感染力。此外，曾医生也提醒，处理食材的时候双手应该避免接触到眼耳口鼻，之后也应该尽快洗手，预防感染。